道这个事情压力大很简单吗？是所有的人的东西，我觉得是我的财产，我自己没有办法控制。那今天我就算问了人家有什么样的答案，其实说真的，我需不需要公开告知你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如果对，那是那是一种选择，可是这个是我本来就喜欢做的事，我也只是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去做选择。跟你讲，但是我没有想要说到最后被曲解成一种反面情。我觉得这句话对我而言，其实我会觉得蛮有趣的。我的第一个字。其实没有因为这件事情，其实我发现也有情绪，当然没有。